Amen.
Oh.
中道，为心佛意耳，为佛众生耳，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。所谓心者，心有多种，曰肉环心，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的事，曰缘虑心，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的事，曰灵之心，是混牵他而不乱，第三纪以弥牵，鼎然独照，左耳不取，再正不增，再烦不减，出生死流，离诸毒药于沧海，居涅槃岸，贵轮孤老于中天，诸佛故知，假名为心，众生迷之，变成妄事，是以佛及众生，众生及佛，且心外无佛，亦无众生，为迷雾之有见，故凡圣而迥异，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永嘉云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既然如是，则经云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，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。由是而知，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神灵，其生也莲花朵朵，其末也昂树丛丛，无一时不杂莲芳，无一念不依慈父，甚如是，解到以此心佛众生外，别有商量处也无。大圆镜里觉仙安，碧藕花中有盛开，遥望金沙池沼外，宝光常照玉楼台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虽夫之而不达，佛身不作，非寇之而不伤。上来体现第二十信念佛事一缘，如上初熏，投入如来大愿海中，出身功德，专为往生堂上众等神灵，洗除业垢，增长善根，舍此报缘，往生净土。但念自从无始，弃至今生，欧声巨海，逐世浪以高低，云点太轻，任群风而人我，于是循环诸去，流转自生。夜海茫茫，对山岌岌，北平八路，何罪交处，颤魔以往，发愿当来，代劳法众，至心忏悔发愿。
Oh.
中式中香。